做音乐，你想要看到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个人的使命就是可以成为帮助年轻人的推手。大家看不出来说这个人有这个潜力，可是我就会一口咬定他有。台湾有一些很好的声音，主流看不到，为了来替他说服他，让每个人找到他自己的特质。从小我们是被祝福的一代，到现在我们去祝福别人。其实我没有带领过任何一个人，就是音乐人在带领我们。每一个时代，你会从音乐人的身上看见更多不一样的可能。我就要习惯我自己在 Dark Side of the Moon， 你只能站在后面往前推。你要让想要创作的年轻人还有继续创作的理由。台湾需要年轻世代找到自己的 identity。每一个世代都有他必须的责任。我们在卖的是台湾的一个 unique lifestyle。从我们这块土地出发，然后就慢慢往外扩，期许就是前瞻与开阔。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音乐出发。我让台湾的音乐还是 I have to win， 可以让全世界越来越多人听到。透过音乐去介绍世界给大家。